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、东海渊史诗级加强，小鱼等于109级的非东海渊玩家，已经可以通过转门派的方式转入东海渊门派。为了体现从零级开始练的东海渊号优势，东海渊的门派特色直接变成了每增加30级属性点多30点。东海渊的门派特色这样改动，让109级东海渊的属性点从原来的多15点直接变成了多90点，堪称是史诗级的加强。二、新出160愤怒放下腰带，新出一条160愤怒放下腰带，出防97点，出血351点，属性非常强悍。三、120无级别野兽头交易，在续前缘出的120无级别野兽难头，最终以48个的价格卖出。四孔的无级别特技装备与五孔的相比，交易价格的差距确实是非常大。四、新出1030飞专用刀，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，本着追逐永不磨损的目标，他随手打了一把160刀，没想到这把刀的伤害爆得非常高，在熔炼之后总伤能达到1030左右，并且还是立命双加。五、司书接手团队女儿号，司书去齐云楼是抱着养老的想法去的，不过他更新起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，近日他又接手了团队的扶战女儿号。